我有一个高桌位阿嬷，除了偶尔话比较多外，我真的很喜欢她，因为她是我的生活老师，又是我专属的119。当然，她也很宠我，还是我的生活智能库，更是凝聚全家情感的守护者。所以，虽然有时话多了点，但我很爱她。放学后，我偶尔会陪她散步。假日会当个小帮手，协助采买。我也是阿嬷的小老师哟，会教阿嬷认字、用冰棒，偶尔也当阿嬷的专属小护士。好，分，好，放这里一个，每天一个。阿嬷，我帮你捶背。好，谢谢你，宝贝针。阿嬷，舒服吗？哦，好舒服哦，宝贝针。好舒服哦，抱着小心，我们再走到一圈。我最爱阿嬷了。